各种走好器跟你行窃，来表演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会听警察说要放前面的、所以一般的小偷，你如果晃，不管晃东西，很好晃就很好拿。正确的晃法是，要打开到包包里面，放在最深层里面，然后关起来，多一道防盗，就多一个保险。好，那先这样子。请问那个迪化街怎么走？迪化街，你从这边的红绿灯看到招牌，在左转看到招牌，第二个红绿灯吗？哦，好好，谢谢。前面那个巷子，然后右转再进去，这样子。哦，好，第一次来，不会，谢谢。